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喜欢我这一次的新歌吗？这一次我的新专辑是以我比较擅长的新歌为主，希望大家会喜欢。现在我要请大家通过各大数位音乐平台点听票选你们心目中最爱的新歌，票是最高的歌曲，我将会在现场唯一的一场台湾歌迷会现场演唱。